羊捆肠，再给它浇点。这是空气炸锅炸的啊，就是和那天那个我发的都是一起录的。回家蒸着吃，能吃牛羊肉，能吃肥的就可以去拍，嘎嘎香，特别特别特别解馋啊！说它里边是带油的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就行啊！88一包，一包里面是3捆。人家有评论说我吃东西慢，那你要吃得快你来吃呗。那我牙不好我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。圈圈肠，咱家是爆汁款的圈圈肠啊，特别特别好吃，里边超级入味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，96两包，1423包啊。没带油的啊，油非常少，但是墨鱼的稍微多一点，苦的又很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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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吃的直接去下单啊，宝贝们，超级好吃的鸡腿肠来了啊，里边是没有任何淀粉和面粉的，然后所有下单的宝贝都给你们送这上面的蘸料啊，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啊。整得我鱼尾纹都出来了，太烫了，冒着气呢，能看着吗？刚煎好了啊，里面纯是鸡腿肉，嘎嘎纯，嘎嘎纯啊！太烫了，哎，老好吃了。大肠还得吃，空心无油的啊，刚出锅的老烫了，我刚才录了一个。啥个事儿？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98两包，1463包啊，特别特别香。纯手工脱骨的五五鸡爪啊，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79.92二斤啊，酸辣甜口的。它的肉超级厚啊，筋什么的都在里边呢，吃起来口感特别好。小脆果，特别大的鸡爪子，两个脚趾头就这么大。拉丝大肠，正常，基本上就是这么长、这么长或者这么长啊。这也是因为底下没剪呢。好烫手。吃一点好不好？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空心无油的辣丝大肠特别好吃。